昨日关某个熟国工人经过街市，听到三条都自称 PR 高手，哼！关某开头啊吓一跳，然后得啖笑。Bosco， 等关某考下你，全世界都认为你个内人已经同第二个男仔一齐，仲叫你两个应该 break up。你盛怒之下 unlike 咗对方嘅脸书，搞到魏国同五个班记者大做文章。你铺关某问你点测？哇，二哥问啲咁嘅问题，如果系咁咧，就话晒俾所有人听，吹啊，我 unlike 你啊 ，unlike Facebook 咁啊点啊？啊，咁冇姜同喺擂台度打翻场，企喺度嗰个先系真男人，横掂学咗咁多拳击。都未試過用過，最好搞埋票價啊！醫館啊，1888、2888、3888，整個5888咧，最後嗰個仲可以上埋擂台嚇，我哋擁抱握手影相會，幫嗰個瞓喺度嗰個人抹血，咁啊將所有門券收嘅咧捐去做慈善，咁啊唔好話我自己墮落袋啊嘛，係咪先？咦，執翻先，執翻先嚇。待續。